一件事情，小子让人捅死了，大哥。十月是最好的天气。死就死了，不是还没过门吗？风从西北来，叶子向南去，陌生人也会。你是谁啊？前进。田丹。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现在是最好的天气。大哥，小左的事没人帮我。十月太阳里，我不用找你，就算是陌生人，陌生人也亲近。一条命就一回，就知道拼命。我怎么不记得你怎么来的？我怎么不记得你怎么走的？我记得我把心。你最舍不得什么？北平，我爸、大哥、二哥。那贾小朵呢？贾小朵就是北平。有人吗？吃饭了。要告诉你，别跟着我。一件事情，你去哪儿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现在是现在最好的天气，跟我这样分不上。十月太阳里，我不用找你，就算是陌生人，陌生人也亲近。我喜欢你。我怎么不记得你怎么来的？我怎么不记得你怎么走？就算是陌生人，陌生人也亲近。怎么才算爱呀？